坦白，怪你当初不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站当正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摆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我是李小布，进入境外申请，武雄闪电口劈了杆。进入境外申请，闪电无情。哦，足爽快，足爽快。小布啊，赶紧的走好队啦！你两个吼，有本事来对我。小布，因这两个怪人吼，已经对车。利用这个机会，赶紧的采取月灵果啊！对对对，机会难逢，进来。这个小宝吼，唔知危险也未。来啊来啊！先叔啊，我去予雷公拍着吼，要我身躯的鱼篮拢已经落掉啊呢。哇，谢天谢地，佛祖有保庇呢。迄、个月灵果吼，嘛已经得着啊呢。好选啊呢，后壁迄两个怪人又对来哦。好，我来对付。袂用一啦，小宝，你即马吼身躯的鱼篮已经落掉啊，那是鬼哦，闪电劈咧拍掉啊，迄是悄悄呢，好酸啊啦！哦，主人已经走去了，可能是甲咱无缘。虽然无缘，但是永远嘛是咱的主人。咱一定爱个记得。天已经光了，神书与修补又唔知变成怎样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哦，修补，你的病已经好了。是啊，爸，我叫雷公吼。一拍到三四摆尔，身躯的鱼篮哦，拢已经落掉安尼。病症嘛，找到月灵果咯，那好咯，互恁父子慢慢聊。也病症爱赶紧摕这个月灵果来去救人。哦，神叔稍等呢，小宝的怪病甲医好，
我的愿也爱行。你想啥愿？当初我带小布四处求医，每到一间庙寺，我就入庙去参拜。每次我就许愿，如果小布的病若是医好，我就和小布去拜这个济公做师傅，准备救人济世。哈，济公啊！啊，你唔较早讲呢？济公就是这边的师傅。哦，济公是你的师傅？是啊。不过我的师傅唔知有要收徒弟也无。我想啊，也是等着我的师傅了后，我才来请示。也无安尼啦，暂时和这个小布也对着我的身躯边。那是有拄到阮师傅，我才来请示，你看怎样？安尼也是好。小布，你跟随神师，一定要乖乖听话。爸，我知啦。时间已经无早，咱好动身咯。各位保重。来去来去。爸，保重啊！但愿济公神师会收小布为徒。青年和尚为了要保护老叔叔，伊就好心大胆出手喽！一个和尚今年的八卦困神梦，叫你错失咱的天空啊！去！玉和仙放出了困神梦，困神梦看住情缘和尚，情缘和尚犹如梦中之鸟，一丢不见喽！那起来！庙会当中好好料理，一定真好吃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阿强，苏牛，我回来咯！苏牛哦！哎呦，呀，这个所在哪会倒一个老阿伯啊？苏牛不见呢！啊，我知啊。苏娘一定在教堂的内面，你照顾这个电波块，我来去看卖啊。教堂的内底寄存这个电波块呢，不见苏娘，嘛不见苏杰，哎呦，大就变化。是哦，那无看半个人啊，这都奇怪啊。先叔啊，迄、那个涂骹吼有一顶帽啊呢？哈，帽啊，我看卖咧。啊！一只都苏娘的头巾啊！啊，嗨呀嗨呀，出大事啊！出大事啊！我当兵了，当兵了！赶紧先将这个老阿伯啊扶到石洞，顺这个脚印，再来去看麦啊！好好好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！天雷门九九连环金龙炮，射中季红魂，季红魂的身躯已经变成脆皮了。小米三代神宝变成脆皮龙，小米金神特卡，金龙炮所射中的季红魂是一身的假人。大金佬，赶紧塑造这个附近。哇！什么人竟敢杀害我的麾下？现面来！小主人真好大胆，竟敢与天雷门作对！洪灵兴叔，洪灵兴叔，人呀！洪教主受天官之令，要来将你抓回天外天。命令三名臭小鬼，哈哈哈！一粒的金天弹就将恁三人炸成脆皮。我劝你也是唔通蠢动。主锤西罗，我金天弹。
为啥要唔叫我惊天大？小小惊天大，上不了天我山洞。啊！要回天我天。方才我利用几人被金龙炮射中，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，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这三名自称天外三洞的小孩童，竟然不惊惊天空的惊天大。那天外三洞的教主小天官，岂不是更加惊人哦？啊！但愿小天官不是瞎搞啊！我与你素无瓜葛，何故以我为敌？哈哈哈！这就是所谓的下士。天我天，希望通敌天下所谓派门，包括修士天在内哟。哈哈哈！好笑好笑，小天官，你妄想并吞修士天，你应该怎样？这个定我国创造修士天，乃是天下门派所公认第一派门。会呀会呀，只要天我天出现，修士天必须腐朽清醒了。小天官，那现在我落在你的手上，你准备要对我怎样？只要天理门听令于天我天，那你就安然无事了。好吧，天雷门愿靠在你的旗下，听小天官的指引。
领地的选择，金殿空听令。在。一曲大神指定我个，就随小天官在今日之中舞会休息天咯。鸟令。来人呐、啊！严守听我听，静等回音呐、啊。小五神将人金钟开营，来到个河东的外边咯。来到这吼，拢即落臭狐狸现。我咧想啊，师娘甲师叔一定是去予这狐狸精掠来。要哪呢？赶紧嘞，入来去救人。小等下，凭咱的功夫入去吼，一定毋是对手，范围不妙啊。哪呢？你的意思呢？不可力敌，用敌处。哦，用敌处。是啊，见机行事。哎呀，莫安尼啦，哎呀。要若有时间，你就来看我呢。有人出来哦，赶紧的，避着避。金狐狸心爱的，你都要赶紧来呢吼，唔通我等伤久哦。免急啦，人阮真紧就会转来看你啦吼。嗯。真老师奶，狐狸精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哈哈哈！这个叫狐狸哈，各位较亲呢。我现在生了真水。狐狸精呢？哎呦，我煞袂记哩。上届拄好，利用这个机会哈，来救师娘师姐。你有办法啦？我来化妆这个金狐狸的模样。一直甲小宝吼，到这个山脚去灌烧酒，愈强愈赞啊！灌烧酒要创啥？照我的吩咐都无唔对啊！将这狐狸精吼，拢给灌醉，安尼咱唔才有办法救人。好，我甲小宝来去山脚灌烧酒。已经化妆好势啊！哎，快工毕啊！我想你也是卖入去，为啥样？嘿，你的面容吼，这个玉狐狸可能会认识啦。我甲小宝一入来就好咯。那呢，你要小心呢。要讲话吼，亲像你安尼讲，无生查某呢？哈，查某啥哪有啥困难？注意听哦。二八高人不害羞，夜夜思量在心头。玉立相尊思春意，君子因何不来求呢？呵呵，真甜，安尼差不多。我要入来哦。小狐狸，咱行吧。来了来了。狐狸，在。今夜就将这个查某，甲迄名和尚杀来料理。然后才入北，是啊是啊。哎呦！哦，心爱，你哪会过来呢？怎样？我过来，你无欢喜心？哦，欢喜欢喜，当然嘛是欢喜。只是心爱，要你正经就再来，让我想未到啊。我本来想要回洞。明天才来，也但是吼，在山下拄到好朋友青狐狸啦。青狐狸？咱狐狸敢有青色的？我毋捌听过呢。怎样？你食错心？哦，我毋是食错啦。我知影你对我一片的忠心。是啦，人阮只爱你一人，你嘛是知。对啊对啊，要你讲拄到这个青狐狸，也是怎样？青狐狸。要送我好酒了，我本来吼想要赶回洞中，一但是吼回洞一人啉，嘛是无啥意思，因此赶来这个所在，想要以情郎，咱两人畅饮一番呐。
有好酒啉，也佫有心爱的美女陪伴，真是享受。多的，准备烹两碗山鸡血来，怎么样？山鸡血啊！多的，赶紧烹两碗山鸡血出来，怎么样？烹山鸡血。山鸡血是要创什么呢？哦，心爱，你袂记录。咱每次也若是要啉高酒，一定先啉这个山鸡血啊！迄山鸡血先入腹肚，然后酒再加落，金光就强强滚咯！哎呀，最近吼，两家拢食伤饱，也这个腹肚吼怪怪。今天吼，这个山鸡血咱卖啉啦。哦。心爱，你腹肚怪怪吗？是啦，腹肚吼，小可呢，煮煮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好啦，多得呀，山鸡血免咯，好，准备。准备开酒，咱来畅饮。是啊，准备畅饮。恁两人徛伫边啊，是咧创啥？啊哈！阮两人做人的徒弟，阮是尊师重道啦。哈、啊，师傅食春的徒弟才会使食，师傅啉春的徒弟才会使啉。哎呀，在酒桌上，大家嘛是边管边大，恁两个拢我来啦，我来啉啦。哎呀哈，师傅无应准，赶紧的啦，下令啦。好啦，徒弟，一同来畅饮。哈、啊，多谢师傅。来啦，咱大家干杯！好，干杯哦！很妙，很妙，很妙！小五神化妆术，想想办法骗过个狐狸，救出情人花香，一老少少呢。暗光佛，此地是什么所在？此地叫做对生崖。何为对生崖？意思是讲，功夫要比神仙较厉害，才有办法通过。一通天梯吼，伫对岸迄个洞内，咱行吧。哎呦，我无法度，我系道行渐浅，要要行这条树顶吼，一定会去互连累，也是互你来。好，如果你若变什么把戏，我一定将你拄着。我甲天公照胆嘛，唔敢。哼！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天公，我有办法通过对生来得到通天梯吗？暗光花是不是圣旨拄着电光一连串的好戏，请看精彩续集。真假济公，电光哥，你何时了？